气奖，也就是得奖的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志工队。来自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美声志工获得了我们最佳人气奖的奖项，他们以爱阅读更爱唱歌，透过阅读来增进知识，以动人旋律跟大家分享爱与热情，把歌声和爱散播在每个角落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恭喜我们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志工会，也谢谢我们陈庆池老师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恭喜你。接下来我们好像有三个更紧张的奖项要颁发，我们哪三队入围了我们的决赛呢？我们恭喜